剩下的誓言是年前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间境界。新年过了，春节也过了，寒假也过了，但是新一季的 TF 少年够来了。虽说新一季的 TF 少年够来了，可是寒假却走了，走了就走了呗。但是寒假走了，开学了呀。开学嘛，像我这种小学吧，是最喜欢开学的。哈哈，做就做完了。哎呀，好，在这里呢，感谢，谢谢你帮我接这个，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在这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你们没有发现今天的录制现场又变位置了吗？嗯，又变。昨天导演组跟我说啊，今天有一件神秘的事情，然后到公司呢，他们叫我们拿那个把我们的眼镜蒙住，就带到了这，一看 TF 少年 GO 就四个，这五个字，就发现了，这个校字好丑。对呀、啊，真的特别丑。我们的艺术画家一进来就，这个字为什么变得这么丑啊？对，还有这个突然出现的 LED 灯是怎么回事？我们上次来训练怎么没看见这个啊？嗯，好，现在进入我们的咨询环节，大家来看看最近我们有哪些花絮分享给你们吧。九月里江南细雨纷纷扬扬，蔷薇花开满青石板的小巷，微风拂过古刹钟声敲响，惊醒了鸟儿衔来杜鹃花窗，廊桥古亭倒映在太湖中央，云边青丝缠绕淡淡桂花飘香，温酒一杯浅唱歌是梦一场，人多情人醉倒在花海水上，谁难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谁望穿隔岸灯火欲将心事浅藏，眼睛破烂抛弃了我。不那么就如你们所愿，就发一张自拍好不好啊？但其实你发了视频。 No, 我只发一张自拍哦，这段视频是我发完自拍以后再发出去给大家解释的。好，晚安。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一人一句好吧。高一的先生，好，现在开学了嘛，高一的同学们做好分课的准备了吗？然后呢，你们寒假作业怎么样？虽然说开学了嘛，但是寒假作业也不能拖，一定要在开学之前给做完。你们做完了吗？然后也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取得好成绩吧。好，我现在初三了，
玩该玩的玩，然后现在要收紧，还要学习了，那些寒假作业一定要做完，然后抢红包啊那些无聊事就可以放一边了，现在一定就要好好学习，然后备战中考，加油。现在到我了，我觉得大家就自己努力学就好，不用太强求，就是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问心无愧就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有问题，毕竟我不是零零后，这种问题呢就交给你们两个来回答。对零零后有偏见了，我觉得也不小了，没成未成年，没有一个零零后过了16岁的。现在你只是看到一段时期，可能10年或者20年之后，你会看到零零后发光发热的那一天。真棒！华夏民族5000年孕育了璀璨的文化。某天，王俊凯眨着闪亮的眼睛望着星空，脑海里闪烁出了无数的问题，历史如银河流水般划过眼前。他在 QQ 上发问，春节之后的元宵节的来历是什么？元宵喜乐会，今天我们大家来做元宵。那这么高大上，其实还是元宵。那有人会做吗？没有，对吧？会一点点，一点就只会包一点。接下来王姐，我说你们都只比我高一点，那个对。好，第三，我们想办法找一个大厨来。其实很 low 的大厨，但是大家都知道是谁了。人家是大厨，尤其我们的农民厨师，大炮来吧。穿着食堂阿姨的围裙，在哪一墙进修过的？The DF number one chief， 舌尖上的 DF boy 指定御用朱市长。欢迎欢迎，是的，怎么这么说？到底还是哪里？啊？会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单调。对，然后你就可以走出去了，是吧？所以慢慢。你们都洗了手了，对吧？对，没有我。我记得是不是要把这边套一个洞，然后放进去？你那是建筑，那个是玩的花的。你那是钢筋混凝土吗？好，就使劲捏。小胖哥，你洗手了吗？对呀，对呀，洗手了没有？然后这样转一下，就会把旁边的面全弄进去。对，叫做不浪费。对，一定要学会节约。没错，来自老一辈。老一辈。我的不要活成这种，只要可以捏出来就可以了。大拇指放进去，这样转一下。我头好大呀！中间就有一个这个圆的，好大呀！然后把馅儿放在这里面。这个我知道。然后再包这样，馅儿圆。对，掐完了之后，然后一直慢慢揉，一直慢慢揉。然后它就会很圆。好吧，下面就交给你们了，你们看一下。好，其实大家慢走。等一下，我要分一个。其实这个。五。来测一个。我也一样。一号。我也是。我是二号。一号。二的人坐在那边，是二的人坐在那边。等一下，你们哪个是队长？不知道。最高的。啊，最高的是队长，最高的队长，坐完坐完。好，我们那边最矮的是队长，好，那就是我了。喂喂，小伙伴们，面粉可是悠悠花掉所有压岁钱买的，你们就这样浪费，你们知不知道悠悠的心在滴血啊？跳了，好跳是吧？放一点，放别多了，我不需要，我们这么多面粉，那也浓缩就是精华，我们家里只能我到家里，你的宠物在，我明明是这样揉的，为什么揉成方形的？
神一样的手，因为他耳朵很长。红萝卜，哇！但是我们做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加点客墩，就是做水做。悠悠就知道，就知道你们做汤圆的时候要唠嗑，不走这个汤圆，悠悠当我才不吃呢。没有，在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在一起做汤圆，是真的有过年的气氛哦。你们先坐着，悠悠回窝里睡会儿觉了。千玺，拿去烤。千玺呢？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汤圆？带馅的包子。带馅的包子。带馅的包子。那我们来个有奖竞猜，觉得这两个像什么？一个像人脑袋，像王源的脑袋。当当当！啊，不是。王源在做汤圆的过程中提出的这个问题，要不大家都一块来想一下哦。解题要点就是，这是王源的思维，一定要用他的思维来解答。还有，王源、啊，待会不要忘记公布答案哦。因为我做，那不是吃的是干什么？不是吃的是干什么的？装饰品、艺术品，就是给你们去发。他做的永远都不会是艺术品。For me is 艺术品。我们来搞点有创造性的、方形的。你要不要再扣个一？对，下一个。字幕，然后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还刚才做成一个饼算了。都是吗？哇！我的汤圆儿，刘总，你到底是什么什么？碎了，他的心也碎了，这叫破镜重圆儿。圆儿，为啥叫个人幻影？圆儿，王圆儿，我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果冻。好，我给你们介绍这个。你不觉得像那个？你不觉得很像？有没有？你刚才没有落下面的那一个。对，这样做了才像一个东西。哦，刚才的完成品，感谢 QQ 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啊，我做不下去，开玩笑。突然脑袋发热，你脑袋不是一直都热？对呀、啊，叫吗？那叫什么？那叫发光发热。我思想的发光。发热效应，而且在北方就是这样一直摇，它就摇成圆的。哇哦，太厉害！真的，但我真的是拿一个，有一个看，怎么给人笑饿死吧？给我看看，对，我有天喜味，然后你煮一个我看看，煮一个，哇，在干什么？在砸瓷吧。哦，糟了，裂了，我觉得心也裂了，看，最圆润的，看，多圆，这可以挤我，我这边才做了三个，那边你过来，一个都没做出来。我觉得我这边越揉越大，我觉得这个大还大不过那边吧。四个了，好，现在我们开始煮汤圆了。是，我也煮在里面烂了怎么办？它的最大的一个汤圆一定要投进去，投。好吧。又是这么大的反应，投进去吧。等会裂开了就。想太多了，因为煮熟了会爆，只有你们的反应。我们这个卖相这么好，但是你看你们都有裂纹，好不
我们的汤圆比你大，不一大就好吃啊。然后呢？但是比你有营养。什么叫带刺？没开，纸的也开，要开的。有洁癖的处女座小凯在煮汤圆间隙，居然惦记着不但给自己洗手，还要顺带给队友洗手。不过悠悠倒是惦记着你锅里的汤圆最终洗过的样子呢，会不会装得很好吃呢？也行。然后大家看过来啊，我们的汤圆最大的，先来一个最大的啊，不要震惊的啊。这个是我做的，有何感想？最大最软，我告诉你，这个特别软。这个是我包的，刘总，这不是我包的，不是我包的。哎，这么小，我的很小，我懂，我的很紧，你们看出来吗？是没有，好不软。这是第一碗，第二碗三个，第二碗三个，两个出锅，它比较正常，这两个还比较正常的。这个应该就通过，三个都很紧。这个是有人敏感触，对，小孩子。好，我们的，我们的，我们水开了，拿着他们这边水里面煮吧。对，我们已经煮熟了，就是他们开了，过来过来。黑芝麻队汤圆完成，满满两大碗。悠悠点评：这不是汤圆，这是包子。熟了，咱们水是开的，还有一如此野蛮的方法，你确定？你确定？我们要快，你确定这是我们的子孙吗？我们要快，好，子孙。那我帮你们看一下，一脸。好的，已经熟了，熟了，熟了吗？不要你了，我帮你熟了。哎，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我就是不相信你。接下来还有一个碗哦，还有个碗，碗。来一个，全部捞了，好吧。哈哈，你干什么？你干了什么？芥末。没关系，可以装五个，他们这个。哦。放着，你会通过手一样。哦，你看这最大的就是有鳞的。好，你们已经最大的100%是有鳞。花生队汤圆完成。悠悠点评：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味道。没关系，悠悠不吃，悠悠有试吃员。好，现在老师来照顾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尝一尝。但是老师在尝完之后一定要注意，这边是芝麻馅的，这一边是花生馅的。然后你们吃完之后，可以从样貌，口感、形状、口感、样貌什么等等等等方面讨论，因为我不知道哪方面，所以你们就自己感觉吧。然后觉得哪边好吃就站在哪边，然后吃是别具体。今天我请客，一个人都必须要吃啊，两边都要吃、啊。特别好吃。都很干净，很卫生的，不要担心。等我干净卫生，不是这样，你们看，这不干净不卫生的都没有煮，干净卫生的都煮，放心吃，没问题。哇，好大呀！好好吃。对，其实这样太好了，好厚。难道没有吃吗？这么深度的吃的，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一直点快手，所以说。啊。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是小雷鼠吧？元宵一起吃元宵，前辈们把千辛万苦做好的元宵让给了后辈们，这种精神真的是感天动地呀、啊！不过看着大家这生无可恋的吃相，为什么老让悠悠觉得这是惩罚环节啊？哼，还好悠悠没有吃。惩罚环节，都吃完了吗？马上就进行我们队内投票，但是呢，一个互动小环节就是，满嘴悠悠，好，下面这个互动环节呢就是，我不知道，我叫火，什么？大叔跟火夫是哪个呀？不知道。火夫那个拐了那个，拐了。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好卖卖啊卖卖啥呀拐连上拐卖了啊拐卖了走走走走怎么回事拐卖这谁要拐卖你啊那他拐卖 你要拐卖啊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你们到底怎么拐呀拐啥呀拐你又不知道往哪儿走拐啥呀拐卖卖啊卖啥呀拐啊人家哥拐卖呀拐卖呀你拐卖呀你拐卖呀谁拐卖呀拐卖呀拐卖呀啥眼神就他是呀拐卖你买啊我买哪儿两口子闹玩的这大过年的神经病啊这两口子卖媳妇儿玩你啥职业啊我啥职业你别管就是看出点毛病信不你说出来信啊我认识你不不认识你认识我吧不认识那我看出点毛病你信不信你说你那个左腿是有毛病没有啊老骑自行车骑的吗没有啊哎你这走一圈是不是有点疼不疼啊那你跟着我坐左腿啊左手右手的左腿来跟我走一圈使劲动走左腿一个慢动是不是有点疼嘿是不是有点疼好像是是不是麻了啊！再走一圈，再走一圈，是不是麻了？哎，咋还麻了呢？哎，真是你走你也麻。